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呵呵。现在我下了公交车，正在赶往去地铁的方向。好了，我已经到了地铁，这是红色的 B 号线。阿根廷这里的地铁都是按颜色和字母来分的，每条线都有自己的字母和自己的颜色。然后大概地铁就是这个样子，那里是充卡的地方，那里是进去，就是你要刷卡进去。好了，很悲催的事情发生了。我刚刚刷卡进了那个地铁，结果发现是反方向，所以我又得出来，然后绕一大圈，然后再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去，然后再重新刷一次卡。OK， 我已经成功抵达到地铁对面了。这个事情是往Juan Manuel de Rosas 的方向，然后你们看墙面上都是有各种 graffiti， 就是这些都是艺术呈现的方式，都挺漂亮的，每个地铁站都有。然后如果人多的话，就是像下午那种时候，都会有人在这里就是弹吉他或者唱歌或者是跳舞那种的，然后让过路的人就像流浪歌手那样。我已经到我那小姐妹家了，然后我操，都是粉色的，然后她在这儿，她不愿意露脸，所以就 OK 吧。 OK， 我们要开始化妆了。就嗨大家，我要化妆了，你们先记住我的素颜，依旧很美丽，依旧很美丽。然后由于那个灯光不太好，就我不能，而且也不知道往哪里架，设备不够健全，你知道吗？就不能录我怎么化妆的过程。但是我也不是很会化妆，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化妆的过程的话，就自己网络搜一下，到时候我会给大家看一下我化完妆是什么样子的。 OK， 我现在已经化完妆了，就是这个是 Mac Cockney 叫什么来着，忘记了，我给你早上给你们看过。然后眼影打用那盘，然后染眉膏，之后我等下会戴上耳环。 Perfect， 大概就这样。 OK，我们等一下到，我感觉自己踩到屎了，又踩到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到了那个溜冰场，再见。Hello， 我已经到溜冰场了，这就是一个那个溜冰场了。然后你们看那个牌子上还有那个溜冰的样子。然后这还是个，同时还是个餐厅，这是他们的菜单。好，那里我已经看到我的朋友们了。OK， 这就是你买付了钱之后他会给你的溜冰手环，这种黄色的手环就是贴纸一样，你要把它贴上去就 OK 了。我们要进去溜冰了，大家会等会儿见。那个是个公园，现在已经在，就是天好蓝哦，然后就是，但是今天云不多，然后如果我能有幸赶上就是傍晚的时候，我还能想起来录的话，你看那个天，贼漂亮。嘿，美女们，你们不回头吗 ？OK 吧，帅哥回头，回头，好吧，就先这样。哎，中国神已经到了。看牌子，然后它很奇怪建在铁路旁边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操作。